想要当一个可以得金曲奖的歌手。我都还没得。啊？好，没关系，大家都开心。他说：“又夹在大家心中，就是有好多金曲奖了，不许反驳。”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。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、被骗，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？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反转。超强选秀节目《森林之王》正式开播了，参赛者个个来势汹汹，除了比唱歌，也比每个人的反应。看看林宥嘉、萧敬腾、杨丞琳要如何招架。这首歌也是我国中听的歌，对，所以你去哪里听到这首歌？也是在选秀吗？还是网络上啊？网络上。哦，那讲话，这首歌出来，他讲话很年轻人，讲话是年轻人，有点火药味啊。我觉得要问一个最重要问题，想请你们分别简短的说出为什么想要来到这个舞台。因为我想要当一个可以得金曲奖的歌手。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都还没得。啊？好，没关系，大家都开心。他说：“这位许维芳有着毕业歌女神的称号，只是没想到她神经其实很大条嘛。”很明显你看不到路。二十二岁的长颈鹿许敬晨怎么一出现就给人有点呛的感觉？叫我不要闯黄灯，慢慢等，再等一等。爸爸叫我不要闯黄灯，慢吞吞，等红灯。爸爸。啊，爸，你免烦恼，我骑车技术稳定。啊，不过昨日有人无说你。弄到我靠无钱，阿爸你敢袂当借我一点仔钱，予我去看医生。长颈鹿他唱歌就是很舒服哎，而且他太有特色了。他整个人从出场的状态，包含现在，你要去哪里？他就是一直在。自己在上演一个个人的小剧场，许敬晨一直默默上演小剧场，加上神似卢广仲的造型，让他脱颖而出，已经留下深刻印象喽。我有女人味啊！好，那我帮你当麦架。什么歌？陈琳老师的《年轮说》。一是婴儿哭啼，二是睡游戏，三是青春无语，四是碰巧遇见你。沉迷这个你，完成这个我，细数自己。哎，最后变成李宗盛大师了。拍水拍水拍水。